又到了百货周年庆的季节，为了拉回上半年度疫情造成的业绩缺口，花莲远东百货今年周年庆推出更大的优惠折扣，并且从10月15号开放预购，最多下杀51折。想要抢便宜的民众可要多加了注意了。今年上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，百业萧条，到了7、8月份国内大解禁，报复性出游和消费让各行各业开始活络起来。其中百货公司周年庆更是为了拉回上半年度疫情造成的业绩缺口，大手笔规划超值优惠方案，最多下杀51折，希望能够拉抬买气，激励营业额。今年是我们适逢新馆迁到这里，花莲原百新的店的话是11周年庆，所以我们今年又特别比往年再多了一些优惠的措施。所以大家以往知道那个满千送百的讯息，我们今年更结合了 Happy Go 还有云端手机支付，还有更加独家的优惠商品，最高我们曾经算过，在化妆品的部分应该可以有51%的优惠，这算是史上算最高的一个部分。因为平常大家应该都知道化妆品很少优惠的，今年我们除了自己本身有9折的优惠，当然还有满千送百，还有满万再加送，所以在尤其是在预购会期间15号到28号期间，这是1万再多送300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说对乡亲来讲应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福利，但是相对的也是因为因应今年的疫情，我们特别提供这样的商品，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最佳的销售跟服务的环境，让消费者能进到我们店内，也让能够补足今年上半年的一些小小的遗憾，把这个最美好的优惠送给我们的乡亲。花莲远东百货依循往例，在周年庆开始之前先开放预购，各大专柜品牌都有独家的优惠方案，搭配 Happy Go、银行刷卡礼等多种会员专案，还有更多的折扣抵用。想在周年庆快乐消费又能够占折扣的民众，不妨赶快上百货公司的官网来查询。记者惠焕世报道。